20年319407，这只鸽子就是这次下去综合第六等的鸽子。它的血统麦克斯695乘上和比冠军123乘上小弟弟。接下来我们看它的眼睛，它的眼睛也属于黄眼。腰部饱满浑厚，他的血缘是冠军鸽系的第三代。翅膀这只鸽子属于非常耐想的鸽子，从第一资格赛到第五关都相当的稳定，绝对会在比赛时间内到达。